上次呢，我们跟大家讲了颈椎啊、颈椎病、颈部的双亲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跟大家继续讲的上肢的双亲。上肢的双亲在临床上是一个常见病、多发病。上肢颈部的颈双呢，主要临床常见于肩关节周围炎、横膈外伤科炎啊，还有呢腕管综合症、尿布镜头狭窄性腱鞘炎以及各种各样的缺支肌腱的腱鞘炎等等。那么我们今天先跟大家讲肩关节周围炎。肩关节周围炎呢，临床上是一个较为多见的上肢双亲的一个慢性老鼠性疾病。它有个定义啊，他说肩关节周围炎呢，是由于各种原因使得肩关节的关节囊、关节周围的组织发生无菌性炎症而引起的一个组织的广泛的粘连，产生以肩部疼痛和关节疼痛功能障碍为特征的一种疾病。那么我们要注意啊，这个定义我们要很好的把握。首先呢，我们要找出这个部位在肩关节周围，不仅仅是肩关节，还有一些肩关节及其周围的软组织问题。第二个，我们主要它是原因是由于什么原因呢？是慢性劳损，当然还有很多原因，比急性损伤也可能引发肩关节周围炎。那它是一种无菌性炎症啊，无菌性炎症不是细菌感染，也是一种无菌性炎症。那么它的临床表现以疼痛和关节功能障碍为特征的一种疾病，慢性疾病啊，这个定义我们大家要掌握好。那么肩关节周围炎我们简称为肩周炎，简称肩周炎的临床上又称为呢叫五十肩，提示我们50岁左右这个病人好发。也其实呢，这个是一种老年性疾病啊，老年性疾病。还有呢，又称为呢肉肩峰啊，有时候我们啊，或者说肉肩峰，这个一样的意思，就是特别是天不是很热，但是有一点凉的时候，我们晚上睡觉被子没盖好，肩膀露出来了，那么是肉肩峰。第二天发现肩关节的出现了疼痛啊，活动不利啊。那么也有一种叫冻结肩或者肩凝症，冻结肩、肩凝症也是一样的。它提示我们什么呢？它临床上是以活动功能障碍为特点的，所以说又叫做冻结肩、肩凝症。如果这个病人仅仅是疼痛，但是活动功能没有受限，我们不能称之为肩凝症啊，不能称为肩。所以当活动功能障碍的，我们有时候肩凝症，但是我们主要是讲呢，临床上大家通用的说法，那就是叫肩关节周围炎啊，简称肩周炎。所以说呢，它好发于中老年人，好发于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，女性多于男性，这是临床的流行病学调查。那么这是一个局部解剖特点啊，肩关节局部解剖特点，我们大家回去晚上去复习一下啊。那么这个肩关节呢，是由横膈的近端的横骨头以及肩关节局组成一个肩关节，当然它周围有关节囊啊，关节囊有里面有个腔，关节腔有周围有很多的肌腱、韧带、肌肉、肱二头、长头肌腱啊，上面有个骨性标志肩峰啊，这是关节囊。那么关节盂层加深这个肩关节的关节盂的这个窝，防止它脱位啊，关节盂层。那么这个地方有很多的肌肉啊，有外面很丰厚的关节囊啊，韧带，那比如说灰索韧带啊、灰肩韧带、灰红韧带，使得这个韧带使这个关节能够起一个稳定作用，起稳定作用。我们讲肩关节的它特点，这个鱼啊很浅小，而这个头很大，以前我们都讲到过了。那么容易引起这个关节的不稳定，关节不稳容易引起脱位。那么我们靠什么？靠周围的韧带、关节囊来支持。那么关节的结构的灵活性啊，就是决定了我们肩关节的是全身活动最大的关节，也就是提示我们这个肩关节呢，容易发生劳损啊，发生劳损。
这个解剖特点，你们回去再复习一下。当然这是一个很示意图，很多的肌肉，比如说扛下肌啊，小圆肌啊，这是一个骨性标志拱骨大结节啊，这是一个回托啊，周围的还有肌这个神经血管的穿过。那么接下去我们讲病因病机，病因原因很多，这列举了很多原因啊，原因啊有内因外因啊，我们这里讲这个年老体质实际上说到底是一个内因，那么我们这里讲的主要讲它外部的原因特点啊，比如说慢性劳损，第一个劳损，这种疾病是劳损性的积累性疾病，请注意啊，青少年青壮年很少发生这种结节炎，而往往50岁以后中老年以后他出生肝肾亏损啊，肝肾亏损再加上多年的肩关节的劳作引起这个结节炎发生。第二个感受风寒湿邪，我们中医讲的风寒湿三气，湿湿而知谓之脾啊，肩周炎属于关节的脾症啊，脾症风寒湿三气湿湿而知脾，那么是造成这个哎肩周炎。我们前面讲的定义上面讲到一个名称叫肉见风，肉见风就受到风寒湿邪的侵袭。当然啊，年轻人他也受到风寒湿邪，为什么？气血旺盛，肝肾旺盛，肝肾充盈啊，正气沉内，邪不可干，邪之所措，其气必虚。那么提示我们呢，除了这个外邪以外，证明正气亏虚啊，这是第二个。第三个呢，继发于肩关节周围的软组织的疾病啊，软组织疾病，比如说冈上肌腱炎啊，肩峰下滑囊炎，肱二头肌长头炎症啊，继发其他的疾病。这些疾病举例的这个些疾病都是周围的软组织的疾病啊，软组织的疾病啊，最后慢慢发展，局部范围扩大，最后发生肩关节的周围广泛的粘连，这是第三个原因。第四个原因呢是创伤，比如说上肢的骨折，比如肱骨盖骨折或者肱骨髁上骨折啊，周部的骨折或者脱位，那么我们复位或者复位复好，我们把它固定在胸前，如果长时间的固定啊，固定方法很多，比如说用夹板，比如说用颈管悬吊，比如说用石膏固定，那么时间一长之后呢，哎，这个长时间固定呢出现肩关节周围发生粘连，那出现了长期固定失去，那么所以说我们固定以后要啊，这个固定的时间要把握很好，作为骨折脱位以后我们最好固定时间长一点啊，有利的骨折的愈合，有益的脱位的关节囊的修复，但是时间一长它就会发生了粘连，发生粘连，发生腱周炎，我们称之为外伤性腱周炎啊，这个很多的啊，很多很多见了。那么所以说我们到底什么多少时间，我们一般临床上肩关节固定，比如说好的肩关节，比如说没有损伤的，我们去做你们做实验看，固定3个星期就会出现肩关节抬不起来啊，所以说我们固定呢一般不要超过3周啊，病机啊，病机。那么肩部的肌腱啊，前面我们复习到啊，肩部的肌腱，肩部周围的肌肉关节囊我呢韧带产生了一种无菌性炎症啊，总而言之这是一个种无菌性炎症的反应，那么导致呢肩关节周围组织的广泛的粘连，最后发生活动功能障碍，这是肩周炎的发病的机理啊。那么临床上我们为了便于诊断指导治疗，我们把它分为3期啊，第一期呢急性疼痛期，也我叫急性发作期，第二期呢粘连僵硬期，主要表现是活动功能障碍，第一期呢急性疼痛期以疼痛为主，哎，疼痛慢慢缓解之后呢啊，以发生粘连为主，我们叫粘连啊，粘连僵硬期。第三期最后就恢复期，非恢复缓解期。
那么这个三个其实是不能绝对分开的，每个人的个体有差异，疾病发展也有差异，不能绝对的分开啊。一般来说，第一期急性疼痛期大概是一个月左右，但是可以连续两到三个，有的有半年也可以，每个人个体不一样啊。第二个呢，捏捏期大概两到三个月，最后呢，会恢复。那么这个疾病，肩周炎这个疾病有治愈倾向，什么治呢？不治也会好的啊，但是这个病程很差，一般要到一年半到两年左右啊。这个病人很痛苦，穿衣服困难，晚上睡觉时候疼痛，那所以的。但是呢，通过我们治疗以后呢，它能够这个病程大大缩短，大大缩短。那么这是一般的规律啊，开始一个月疼痛比较剧烈，最后呢，疼痛呢完结了，最后到两三个月以捏捏为主，肩周炎、坐骨痉、冻结性。第三期呢，慢慢恢复，特别是像春天天气暖和了，它通过一年的这个病程慢慢完结，也有这种病人的。那么临床上我们怎么诊断呢？我们现在重点讲诊断要点，诊断要点。这个疾病有这么几个特点啊，这个病史来说啊，它这个发病呢是比较缓慢的，比较缓慢的啊。大多数没有外伤史，当然结构病有外伤，比如说髌骨外骨筋骨折，比如说髌骨大肌腱骨折，比如说肩关节的脱位，这个是个别的。但是绝大部分这种疾病是劳损性疾病啊，疾病比较晚，没有说哪一天开始，就是比如我们外伤今天滑了一跤摔了一跤骨折了，那么是只有明确的时间，这个病没有明确时间啊，没有明确时间。那么没有明确的外伤史，问他多少时间了，大概两到三个月，所以说不明确的啊。这是第一个，我们来问病史啊，没有一个明确的外伤史，病程发展比较缓慢，时间不比较长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呢，我们从症状上面来看，症状主要表现为疼痛，痛是主要症状。这个肩部的疼痛，肩部疼痛呢，它表现为呢，可以是钝痛啊，钝痛这边轻了，那这个中了刀，针刺刀割一样痛，夜间加剧，甚至痛醒了，这个是你问病史时候，我们门诊问病史时候，问得出来。你问他痛了什么？晚上睡觉，比如说右肩有问题，往右肩一侧过去就痛醒了，这个后半夜三点钟就睡不着了啊，这个疼痛到天亮啊，第二天上午了，这是没办法看病了啊，连续几个晚上都是啊，那这是很有特点的啊。那么当然有的疼痛病局限在局部的疼痛，可以放射到肘关节，放射到手指啊，可以往后面放射到后面的肩颈部，但是往往是感觉是正常的，包括肩关节周围、前臂啊、手指、肩颈部的皮肤的感觉是没有异常的，但是它往往会出现功能障碍啊，活动功能障碍啊。那么这个活动功能障碍主要开始的时候表现外转外旋，你这个手叫它外转，它抬不起，抬到这个程度就这样倒下去。我们私教课的人讲过的这个啊，我们正常能抬不起来，外旋，这两个动作开始首先表现。当然，有的病人往后伸也受限，前屈也有问题啊。我们讲这个叫前屈，这个后伸啊，这个叫内收。外伸、内收一般不会影响，外转有影响。外旋也旋，那这个旋，那外旋啊，内旋外旋啊。总而言之，这个活动功能上障碍，活动功能上障碍，那么穿衣服就困难了啊，影响到日常生活，穿衣服困难啊，洗澡后面伸过去困难了啊。这个疼痛我们在座的没有体会，肯定没有体会啊，你问你们父母他可能生过这个病，这个疼痛痛到什么，痛到叫针刺刀割一样痛啊，它突然来了，擦一抽一收，肌肉一收缩，出现疼痛，这个疼痛男人眼泪水痛出来，疼痛男人这个有恐惧感了，一天弄个几下子他就痛，有恐惧感啊。这是症状抓住两个，一个疼痛，第二活动功能障碍。
那么这个当然了，这个表现位呢，有分级啊，每级临床表现不同，这是它的特点啊，疼痛和功能障碍，十三岁主要的功能障碍。那么逆年啊，这个逆年期呢，疼痛明显减轻啊，开始疼痛为主，逆年明显减轻，主要表现有严重的肩关节的活动受限，因广泛逆年活动范围变小了之后呢，这外转前屈活动时候，肩结棍的髓质啊，什么意思呢？肩结棍呢，你在外转的时候，肩结棍随着上肢的和外转，肩结棍会旋转啊，或者出现了冲肩的现象啊，肩膀冲起，而不是手抬起，它只能倒过去，这是一种常见的，那你不要把它假象蒙蔽啊。还有一个呢，最后期呢就是晚景期，晚景期嘛就是局部恢复啊，疼痛嘛消失了啊，这个肩关节逆年嘛也消失了，最后恢复到正常，跟没生过病一样啊。好，这个肩右肩生好之后呢，没过半年呢左肩也会出来啊，很痛苦，时间很长，一年，最后嘛一年过了一年半的孩子肩膀又出来，我们临床经常会碰到这种病人。说明两只肩关节都蜕变，一直做好，那会不会复发呢？有的病人生过一次，他不会生了。有的病人呢，由于劳作，这个家里干家务活、带小孩子，好，又会同样的肩膀又会发生，啊，甚至我们碰到一个病人是两只肩膀呢同时出现，一般情况是单肩出现，啊，这是分期。那么我们医生查体体征几个检查啊，第一腋痛，这个腋痛呢比较广泛啊，有的病人呢可能没有一个明显的腋痛点，当然有些结构病变的有个腋痛点的，比如说二头肌长头的这个地方，有个腋痛点，好，肩峰下的地方有个腋痛点，但是一般病人可以是没有这个明显腋痛，那么有的病人呢，脊椎间隔在回头地方也腋痛的，总而言之，这腋痛部位呢很广泛，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。有时候这个病人的疼痛呢，今天是这个地方疼痛腋痛点，过个三五天呢，他疼痛的位置可能改变，啊，就是有个腋痛，但是腋痛比较广泛，疼痛的面积比较大，啊，这个是一个什么叫周围啊？肩关节周围炎症，有时候表现在后面外面的三角肌，有的表现在后面肩结部，啊，不一样的，每个人的腋痛点是不一样的。第二个呢，活动功能的受限，啊，这个六个方向以外转外旋最为多见，啊，当然都可以啊，后伸也可以啊，前屈后伸、内收外转、内旋外旋，这么六个方向，甚至高举，这个各种方向的活动都可能受限，个体有差异，尤其是你捏捏的部位严重的话，那么它这个所捏捏部位的限制它活动的方向，那么会啊活动功能受限啊。那么严重的话呢，肩部可能肌肉的萎缩，最常见的肌肉萎缩表现为三角肌的萎缩，这种三角肌的萎缩主要是非源性萎缩。我们讲三角肌有外转作用，你现在外转受限了，外转的活动大大减少，那三角肌最萎缩的，而不是什么神经损伤引起的萎缩，是一个非源性萎缩。当然当你肩关节活动功能恢复以后啊，你参与的肩外转，这个三角肌很快的又会恢复到正常啊，你不用担心是由于啊神经引起的肌肉的瘫痪，是由于非源性的萎缩。当你增加了关节的活动以后，它自然会慢慢这个肌肉会强壮起来，出现啊肌肉萎缩啊，那这是一个示意图啊。我们叫这个病人右肩外转，他冲肩啊，就是活动到这个人再转，你把它抬起来，后侧的肩结棍随着肩结棍随着它抬起来了啊。好，这是一个典型的，当然多数的病人而不是青壮年，这个图上面是应该是什么，应该是一个老太太，多50多岁的老太太最为多见
啊。第四，我们骨伤科经常要临床要检查，拍个片子，有的病人要求医生拍片子，会不会生什么东西啊？啊，我们隔壁就生了一个单位的人生了一个肿瘤啊，我痛这么厉害，会不会肿瘤啊？那么他很担心，要拍个片子。那么一般情况下，如果是肩周炎的话 ，X 检查临床是没有什么大意义的，它表现为是阴性表现。我们拍片主要看什么 ？X 光片、平片主要看骨骼的改变，啊，骨骼有不增生，有不钙化，有不破坏，对不对？有不骨折、脱位等等。那么现在呢，你主要表现为软组织，软组织呢，在 X 线平片检查呢是显示不清楚的，啊，显示不清楚的。那么我们这个临床检查呢，病人要求拍个片子，那么你要满足他要求，我们就给他拍片，主要是排除的其他的疾病，可能会其他疾病的，很难说的，啊。我们以前有个病人，我们有个医生，病人说痛得蛮厉害，他说记得啊，肩周炎，肩周炎嘛，膏药贴贴药只是会缓解点，这个病人一个月过去还不好，那么肩周炎肯定没这么快啊。那么病人，我们后来病人要求拍个片子。要求破皮，片子一破的，这个巩固近端的骨囊肿，肿瘤，那一个肿瘤，好呢。所以说，我们拍上 X 光片子不是来明确诊断肩周炎，而是来排除其他的疾病，这个要大家明确的，啊，大家明确的。那拍上片子不是以诊断肩周炎我来拍片，这个可以不拍，啊，根据我们刚才的临床的病史。症状其实我们一般能诊断出来，那么我们做 X 线检查呢，这是排除疾病，当然我们还有很多的手段啊，比如说我们临床用了比较多的磁共振啊，我们用磁共振可以看什么，看骨骼、韧带、关节囊、肌腱、关节腔里面改变等等，软骨都可以显示，当周围的神经血管也能显示啊，那么这个磁共振显示是比较好的，它可以观察到关节鱼怎么样，关节囊怎么样，肩袖有没有损伤啊，灰阶这个弓的情况怎么样，你都可以看出啊。那么以前呢，我们用什么？没有在磁共振以前呢，我们用什么肩关节造影，我们造影就打关节腔打进去，看它捏捏的程度啊，看它捏捏的程度，捏捏在哪个部位，为我们后面的治疗有针对性的治疗创造了条件。但是肩关节造影呢，往往什么呢？往往是一个创伤性的诊断啊，有损伤性的，你必须在透视下啊，在 X 线透视下，我们把造影机打到关节腔里面，但是这个关节腔造影机打进去难度很大，不是说你随便能打进去，就是一个经验很丰富的一个医生操作，有时候也不一定打到关节腔里面，它露出来，造影记录到关节周围原组织里面。为什么这个关节腔本身建在不像我们膝关节，它有个腔很大，打进去抽出来很没问题，它这个建在性的你要确诊在这个关节腔里难度有一点，再加上你本身肩周炎，你本身就是捏捏在那里，你要就是枪找到位置找准了，你打进去他都打不进去啊。我们以前搞个科技会啊，专门肩关节造影，但现在我们不太用了啊，不太用了，我们可能铺上片子，或者你要求高的做磁共振，那排除其他的疾病啊，这是一个影像学检查。那么我们还要临床上我们要跟其他一些疾病的做鉴别诊断，最常见的颈椎病，上节课我们跟大家讲过的啊，颈椎病的诊断治疗。那么我们颈椎病跟肩周炎有时候我们要混淆在一起，既有颈椎毛病又有肩部的肩周炎也有可能啊。有时候颈部的疾病影响肩关节，我们叫颈肩综合症啊。那么有的病人就是像我们今天讲的肩周炎，但是其实颈部好的，有的病人就是颈部疾病，肩部也好，活动功能很好，也不痛。那么怎么样鉴别呢？啊，
啊，我们应该知道的啊，我们同学是不是昨天上个星期我们讲过颈椎病的临床的表现。首先第一个要什么呢？颈部的要有疼痛啊，颈部有症状，不一定疼痛，颈部酸胀、颈部不适，你看看它有没有啊？这个颈部啊，还有颈部的，有的人有可以严重的话，活动功能障碍，颈部的活动时候它疼痛呢，它就减少了它活动啊，它的部位在颈部啊，但是它肩部是好的啊，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。那么我们拍张片子可以明确诊断啊，我们颈椎做磁共振也可以明确诊断，就是颈部有不退行性改变，颈部有退行性改变，这个很要紧啊。那么拍张片子啊，做个磁共振是可以明确的来诊断的。好，这个颈椎病要做鉴别诊断。第二个呢，我们要鉴别诊断呢，要肩部的扭挫创啊，肩部的扭挫创。那么这个时候这种到有时候诊断起来很难的。那很多情况下，比如说一个老太太坐了公交车拉着，突然个上车一拉，你说有没有外伤？可能有外伤，但这个外伤的力量呢不是很大的，他本身肩部不太好了，再一拉之后疼痛了，实际上这个外伤是一个什么？一个诱发因素，本身有肩周炎的症状的潜在因素在了，再一个一拉嘛的拉是诱发因素啊，是诱发因素。那么这个肩部扭挫上是有一个明显的外伤，这个外伤是很大的，它主要表现为痛啊，主动活动时候疼痛，而活动功能一般不会障，除非你这个韧带的断裂啊，韧带断裂，比如说肩袖损伤，肩袖损伤以后外转功能受限，那么这个是诊断呢要做出区别的。当然肩部的外伤扭挫伤里面还很多的疾病要做紧密诊断，比如说劳损性疾病，肩缝下的火囊炎啊，我们说有的疾病我们不可能上课都一个讲，你们自学去对照一个个讲。比如肩缝下火囊炎，它主要表现为肩缝下的疼痛以及局部的有一个压痛，这种疼痛可以放射到三角肌，外侧的三角肌呢，就是最明显的骨型标志，像我们肩垫一样的这个地方，骨型标志往下，哎，这个是三角肌，时间长了三角肌萎缩，肩部的不能外转外旋成动作，那么这是叫做肩峰下火囊炎啊，肩峰下火囊炎是临床一个比较多见的也不少见的一种疾病。还有冈上肌腱炎啊，冈上肌腱的疼痛呢主要在大脊部位或者肩后部的冈上部位，冈上部位叫冈上肌，冈上部有一个疼痛物啊，疼痛物啊，冈上肌呢它发生一个疼痛物，所谓叫疼痛物啊，就是被动活动的时候都是正常的，主动活动，活动到多少啊，活动到60度这个时候它上不去了，到了120度的时候它又上去了，这个60度到120度这个位置，那这个疼痛物啊，因为冈上肌参与了这个肩的外转啊，这个要有区别啊，冈上肌炎啊。那么诊断了半天，分析了很多原因，我们最主要的还是要把这个疾病治疗啊，病人来看病我们就是要给他治病啊。那么治疗这个疾病方法很多啊，原则讲一下方法很多，还有各种方法，但是没有一种确切的疗效的方法，因为它是慢性劳损性疾病。比如说我们骨折了有移位的，我们复位好的时候固定就会它愈合好，一般功能没影响，但是这个啊方法很多了，那我们得一个个介绍，但是没有一个特效的方法，没有一个特效的方法，但是这种方法都临床治疗这个疾病有帮助有疗效啊。第一，中医特点的理经手法，我们中医骨伤科有一种很好的传统的理经手法啊，不仅仅推拿科要做理经手法，我们骨伤科的医生门诊医生特别是与我们一些老中医他用理经手法，哎，这个理经手法要注意啊，在急性期他说手法要轻，一定要轻，我的建议急性期啦，不要用大的动作，不要做手法术，他疼痛为主，急性发作是充血肥肿疼痛难忍，你这个时候再一动这个病人能承受不了啊，使他的急性炎症的
更加渗出充血水肿，疼痛难忍。那么以前呢，我们也有个呢在麻醉下啊，我们推拿科呢，他们在麻醉下一次性手法推拿松解肩关节一年啊。什么意思呢？比如说打个颈虫啊，打个颈虫麻醉，或者你颈虫打不进嘛，他再加点药嘛，全麻下哦，鼻虫麻醉下手法了，本来这个手抬不起来的，他在不痛了，不痛了拼命熬，哎，然后又抬得这么高，很没高兴。后来病人醒来之后，麻醉过还没过的时候，感觉到哎，活动都很好了，哎呦，很好的样。第二天又捏牢了，啊，三天以后来复查，比原来更差。为什么？重新引起一捏，你要把这个损伤的这个捏捏的这个肌啊韧带把它撕开，啊，要吃力的。那么不大麻醉是吃不消的，好，撕开骨质下的又是出血了，出血，充血水肿，一年重新捏捏，这个捏一捏又第二次捏捏，甚至第三次捏捏，最后呢这个活动度更小了，哎，后来发现呢，哎，这个方法在临床观察效果，长期效果不好，根本就这个方法不太适合，有些人有不太适合。当然这种一次性的啊大推拿手法啊，在临床上以前陈金龙也出现了很多的问题，比如说常见的骨折，50多岁的病人，特别是那种老太太啊，现在的50岁还是看上去比较年轻啊，以前的50岁他已经生了3、4个小孩子以后了，他个50多岁了，就像老太婆一样了。那么这个时候都有骨折疏松，程度不等的骨折疏松，这个时候有捏捏，再加上你要什么，比较捏捏比较重，僵硬位骨折，你把它一熬是横骨的外骨肌骨折，横骨外骨肌骨折，夸大一次碎掉，啊，这个并不正确。那么肩周炎当没弄好，要治疗横骨近端的横骨外骨肌骨折处理，这个是病人就是有意见啊，容易引起纠纷的。所以我的体会是，急性引起用手法啊，这里讲到了手法，你轻的不要讲按摩啊，但是绝对不要用在麻醉下用手法一次性整复，把这个捏松解出来啊，这个叫欲速则不达了，揠苗助长了，肯定是后果是不好的啊。我们治病当然希望越快越好，要把这个疾病治好，解决病人的痛苦，但是不要给他治坏掉，你没有解决了他的捏捏，最后造成的骨折，这是千万要注意的问题啊，千万要注意的问题啊，各个医院都会有出现这个问题啊。由于我们年纪轻啊，经验没有啊，只看到这个原主的捏捏把解决，你要注意到骨折疏松的问题，解决到你越说出不得的问题，造成的原组织更加损伤，发生重新捏捏的问题，你都要考虑到啊，考虑到这是一个手法，轻手法可以的啊。第二呢，我们中医中药我们一定要辨证施治啊，辨证施治，这个每个人的个体有差异啊，我们中医中药的精华说到底就是辨证认知，如果你一个辨证认知失去了，那么都叫一只方子，我们都是中成药，那你这个优势就失去了啊，优势失去了啊。那么辨证认知呢，我们这里中医中药的分了很多的型，比如说常见的风寒湿脾型，风寒湿脾型呢，它又分为风盛寒盛湿盛啊，风寒湿三气杂至而至谓之脾，就脾症，请注意啊。那么这里有代表方，我不多讲了啊，这个方剂上面都学过的啊，川羌活汤、马桂温经汤、薏仁汤，那么主要是对祛风为主，祛湿为主，温寒祛湿为主，这个呢祛湿为主啊，这是一个代表方，书上面我们都有的啊。第二型气血亏虚，气血两虚啊，久病必虚啊，所以讲的啊，啊，正气沉内，邪不可开，邪之所出，其气必虚，这个气血亏虚容易造成肩周炎啊。你我们在座的同学啊，这个被子不盖，露出在外面，肩部露出在外面，不会肩周炎，
气血旺盛，除非你有个暴力外伤从上面掉下来，暴力车祸，那没办法了啊，外伤肩部的外伤之后呢，连组织损伤，最后发生念有可能的。但是一般会公开涉嫌什么影响到引起肩周炎，这可能主要气血旺。那么老年人、中老年人气血亏虚，为什么有时候50岁、60岁照样没肩周炎？那跟他的个体差异有关系，跟他的体质有关系啊。那么我用什么黄芪、桂枝五合汤啊？啊，补气啊，黄芪，现在的黄芪补气啊。好，第三型呢是肝肾亏虚型，肝肾不足啊，肝主心，我们讲中医讲肝主心，肾主肝，肝肾两脏对我们骨科的筋与骨骼、关节骨骼是关系较为明确的。那么肝肾亏损呢啊，肝不养精，肾不主卦。好，这个呢都是我们有个夺鸡生汤，当然不一定要夺鸡生汤，其他的补肝肾的人很多啊。肝肾亏损，肾阳虚嘛，肾阳虚、肾阴虚，你要选择的。那么肝肾两块呢，我们夺鸡生汤以补肝肾为主。第四呢，骨损型啊，骨损伤型就是我们前面讲的，它是一个骨折啊、脱位啊、创伤引起以及引起的要创伤性肌肉炎。那么我们呢？一定要还增加一些活血祛瘀的作用，活血化瘀作用，祛风止痛的方法，再加上补肝肾的啊，一般这个疾病啊都是慢性疾病，慢性疾病你要补肝肾强筋骨。那么这里有13太保方，当然方很多啊，你们可以选择这种乳香麦药、桃仁红花当归这个四物汤啊，川羌物汤啊，那当归、川芎、桃仁红。桃仁四分汤为主啊，这个是破淤血的，啊，血结这种，啊，那么止痛的啊，那么除了中药以外，中药呢比较来的温和一点啊，要辨证论治啊，哎呀去煎啊，有的人呢没时间啊，那么要来得快，我们临床上的医生呢往往用到西药，西药用什么药？消炎镇痛药，消炎镇痛药，安善瑞的消炎镇痛药。那么消炎镇痛药效果好不好？好的，特别是对于这些无菌性炎症的、退行性疾病的肩周炎这一类的，啊，比如说肩周炎的、颈椎病的、慢性腰腿痛的，哎，这个效果是有的。但是这一类药啊，临床上我们很多的啊，哎，我们国外的生产的厂家也有，国内生产啊，国外的呢，像随便举两个举两个例子，那辉瑞公司的啊，希乐宝。消炎镇痛药啊，这个啊，这个普他林啊，日华公司的啊，美国日华或者普他林都是美国大的制药企业，总归还知道啊，很多的国产的也有很多的乐松啊，乐松都是消炎镇痛，手掰至少有多少也至少一只手掰不过来5个以上。所以很多病人需要这种消炎镇痛的，但是这类消炎镇痛一定要用于这临床，一定要注意，它有副作用，两大副作用。第一个，心血管的危险，这种老年人可能到心脏疾病的，你要问清楚，不能随意乱用，啊，心血管，啊，心血管的事件，啊，曾经导致，啊，这个一个。国外一个很大的一个公司，那个药拆下来，最后赔了很多钱。我们国内算了没赔，国外美国是赔了很大的。那这个一个心血管的事情。第二个呢，消化道溃疡，啊，可能吃了之后呢，病人隐隐作痛。有人研究最后呢，这个病人服了一个月或者两个月以后呢，把这个又做了胃镜，发现里面消化道散散性的溃疡，尽管没有出血。就是不舒服，但是里面有很小的一点点散散性的溃疡，所以对这个疾病啊，哎，消炎镇痛药一定要注意这两个问题。那当然，短期内吃个一个星期、两个星期问题不大，你上一个月以上了，你要注意了啊。尤其是本身有心脏疾病的，不要因为你这个药引起的副作用，最后导致心脏疾病发作，最后抢救心脏的毛病啊。这个是两个大家引起注意了啊，消炎镇痛药安山瑞的
载体的消炎镇痛药在临床用的很广泛，主要用于因劳损等无菌性炎症引起的一种原组织的疼痛为主，临床效果也是很明显的。第三，这个功能锻炼，这个功能锻炼是临床上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治疗手段啊，不仅仅是康复，是一个治疗手段啊。我们有时候在门诊病历上上面写了几一些药啊，中药西药，第三条我们就写了一个加强肩关节功能锻炼。功能锻炼比这以这个吃药效果要来得好，当然这个治疗呢，哎，它讲的非常重要啊，是必不可少的。如果你仅仅吃药，这个肩关节已经练练了，你不去动它，它是恢复不起来，一定要的。那么这个锻炼可以自主锻炼啊，可以在康复师的指导下锻炼。我们现在条件有限，就叫病人自己锻，比如呢那方法很多呢，这个方法都很多呢，爬墙，就是公园里，现在小区公园里啊，叫他呢拉葫芦，手拉葫芦，这个手好的，那么这个什么上去拉下来，把它拉上去，还有这个爬墙，那这个手爬墙爬上去，对不对？但是放下来要注意，放下来把一放下来，哎呦酸痛很难受，他第二次不该弄的，你要跟他讲放下来，妹妹拉拉拉，也是方法，有的我们方法不大啊，方法不大。那么最好什么呢？最好是在康复师的指导下锻炼啊。我们现在大的医院都除了这个那、除了这个我们那、这个联合手术啊，比如说一种肝肾移植啊，啊心脏的移植啊，或者我们关节的置换啊等等一些大的手术，哎，对康复的治疗也越来越重视，各个医院都有康复医院、康复科啊，康复科，哎，这康复科很要紧。我们科里骨科啊，就是有个康复室，还没到个科啊，到康复底是有我们骨伤科的，哎，这个康复效果很好的。那么我们在国外叫康复师啊，啊，我们专业有叫康复专业的啊，他不是医生，他叫康复师啊，康复师要在医生的指有专业医生的指导下进行对病人的指导。啊，当然我们医生做康复更好了，啊，我们同学不愿意做，啊，不愿意做。实际上康复里面有很多的学问在里面。那么康复呢，哎，在康复师指导下呢，要避免了很多的并发症，可以循序渐进，啊，由于针对性的某些部位的捏捏，可以有针对性的功能锻炼，啊，那么康复的方法很多啊，你们有关的康复书去看看。确实是骨伤科的一些很多的疾病，包括我们手术以后的啊，包括我们一些就是慢性劳损性的疾病，对康复的锻炼，作为锻炼本身就是一个治疗手段，而且是非常重要的手段，那么也是要参考了。我们啊经常在搞康复科啊，包括理疗科啊，哎，我们要虚心学习，没以前没学过啊，啊，我们学，上次我们到黑龙江有一个专门一个医院，他们一个康复很大的康复医院，我们去参观了。康复不一定有骨伤科的康复啊，包括脑中风、瘫痪病人啊、截瘫病人等等都可以康复。哎，康复是一个很重要的手段。我们今天不在这里不多讲啊。啊，他说呢，就要起到50%的效果。我说是50%以上，对于这个疾病来说有50%以上。哎，有的病人不吃药不打针，就是靠康复锻炼慢慢就好了啊。对肩周炎啊，不是说对任何疾病啊，那方法很多。总而言之，要循序渐进，不要一天两天就到位，到不了位的，要可能要康复多长时间，康复半个月、一个月甚至3个月啊。那这是我们书上面都有图的啊，把它拍下来的啊。那这种用通过器械叫器械操啊，有那个徒手的，有的器械的，当然这个病人是正常的啊，如果都能做到，当然这个病人本身就没毛病啊。这是一个肩关节功能锻炼的个示意图啊，肩关节功能的。那么有的病人还不行，那么我们可以打封闭。那么封闭要注意，只能是打在某一点的疼痛
啊，前面也痛，外侧也痛，后面也痛，一大批痛，那你这个封闭肯定效果不太好的，打不到位，啊，打不到位，打了一点痛了，好了解决了，其他的70%还有70%没解决，所以往往是什么一点，比如说冈上肌腱炎这么一点，啊，虹骨大腿的附着点这么一点。好，肩峰下面的外侧这么一点打进去，那么这个是有力盖进去。那么封闭是一种治疗劳损性疾病的，也是一种很好的办法，啊，很好的办法。它主要两个药，一个麻药，第二个激素，啊，什么麻药都可以。我们可以常见的有利度卡因，不需要做皮试。如果用普鲁卡因，那可能要做皮试了。蛮麻烦，那么我们说利度卡因，哎，比较安全啊，没反应副反应。第二个呢，激素，你可以用地司米松，啊，也可以用羟地松。那么我们临床上现在是用长效的啊，默沙东公司生产的一个药叫做德宝松，它能够起作用两个礼拜，但贵一点，一般都一块钱。几毛钱能解一支激素啊，他要50块钱，那么50块钱还不算贵啊，能够要长效起效，所以说我们可以考虑用封闭啊，封闭的方法。第三呢，第五呢，我们针灸啊，针灸我们在这里不展开，我们同学有的学针灸的，针灸有效果的，特别是针灸治疗肩周炎确实有效果的啊，确实效果。那当然最好我们是把它综合起来，那么我们现在骨科呢也开始小针刀疗法，啊，小针刀就是把局部的捏捏用针刀的方法在局部给它做一个松解，松解好之后我们再打一点呢封闭一样的，那还是激素麻药，比你单纯的打个封闭效果可能要好。当然小针刀的治疗不是一天两天能掌握，啊，首先你要对这个解剖很熟悉。否则的话，你把这个关节囊啊，把这个肌腱啊，都把切断了，不但没好，反而造成个医疗事故，把周围的神经都割断了，啊！如果你这个医生以前做手术的，比如说肩关节这周围做手术的，肩周炎、肩关节、横膈外扩筋骨折都会手术的，那么最后你先做个小针刀，那这是没问题的，因为这解剖很熟，从来不知道解剖的，哦，就像通过哎。哦，看看人家，哎，用小针刀的方法效果很好，我也去做小针刀了，最后把人家的二头肌、长头肌腱都割断，那么叫医疗事故，人家要赔偿，啊，所以你首先的前提要有解剖手，当然你小针刀做了好，确实是有效果的。我们科里个医生杨主任专门做小针刀，他以前开刀的，做大手术的。哎，但他现在呢，除了开大手术以外，他做专门开小针刀，做小针刀，效果很好，病人莫名而来，是有效果的。好，我们休息个5分钟，我们下次再讲啊。